歹势啊，我临时有重要代志，即车麻烦你家己一个人坐好无？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多谢呢。最近伫学校较无乖吼、哦，是啊，啊，就是讲话你若有闲，啊，甲食顿来安尼。好啦，我有闲，甲食顿来。妈，啊，无我先来去啊，吼。
的。这一张画明明就很丑，为什么你喜欢？无你是在看啥？无啊，拄只。运气很好，我们还有事在忙。这层不用进了，快滚！你刚看到什么？我没有看到。这层做完就可以收工了吧？要不要喝个茶休息一下？好，谢谢。好。来。谢谢。你是牧师吗？我知道我看起来很不像啊。也不是。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工作啊？没有，其实是帮朋友还赌债。哦，那你很讲义气哦。啊，你的朋友是欠人偌济？也不重要啦，因为我朋友已经死了。反正就工作嘛，就做看看。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聪明人。啊，你搁做一阵啊，就知影家己路要安怎行。其实，刚刚发生一些事情，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，好像一直有一个厄运跟着我。认识的朋友好像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看他，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以前很红的。好像是我国中时候的歌手，好像有看过他。还有那个卖西装的这个老板，他以前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，后来啊破产招楼。再来旁边那个光头，你们看到？他是个抢劫犯，去年才关出来。后面那个穿得很夸张的女孩子啊，一起开别了。还有我身上也背负了两条人命，被关了20年。
我们会在这里啊，就是想要有一个人生可以重新有的机会。神给每个人的机会啊，都是一样多的。好了，我要讲到了，有空来教会走走。年轻人，你相信奇迹吗？你应该相信的。安娜，安娜。
我啥见？都是你母女的。但我的松散，我拉不牢，天地大路。今天发生的事情还真多、怎么了？我觉得你的命还算蛮大的、是啊，命大、命大到让我很难相信发生这种事情。你说刚刚发生的事吗？是啊。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。关先生，先生你好，可以跟他说个话吗？可以。哎，年轻人挺不错哎，不但救了一个人的生命，还拯救了他的灵魂哦，不错不错。还有啊，你一个朋友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